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在这牛年呢，牛气冲天，长命百岁。rap， 等你们到剧院，我给大家唱好。然后这一段说唱呢，也是我们导演很喜欢，因为他听过我以前唱过蒙语的说唱，他很喜欢。你看你们都能听到他的洪亮的声音啊，所以这个是有导演，我们的导演呢是有这个执念啊，所以加紧了这一段。